果有分呀，你说老人他们是自己的房子，那个房子是自己的还是像？哎，学校的。那他们也是跟学校有关系？对，他们是教职员，对，教职员要跟眷属，然后有些搬出去，有些就没有嘛，对啊，不然有些是跟家人吵架就赌气硬住在这里，就我们隔壁的爷爷就是这样，对啊，所以办活动一开始我们学长姐有先进去，就是有点占领式的，就是非法的占领那个空间，然后那时候是办live house， 就是会办一些表演，然后会电吉他跟电子乐，然后所以那时候爷爷就觉得很痛苦，他心脏不好，然后到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做一些。调查就说，哎，周边是到底还有哪几户有人住？然后后来我们就加了隔音设备，然后后来的音乐表演都是木吉他为主，对，就有做一些改变，对，然后是比较变公共空间，就是会一些比较，其实我们说都有一些比较幼稚的活动，就是吃东西呀、啊，然后做东西呀、啊，对，因为我们学长姐是比较酷，他们都是玩乐团，然后酒吧、啊、之类的，对，我们到我们这些有点。嗯，装修这些场域的经费是怎么样？我们有一起去申请一个大学小革命的计划，对，然后那个计划是三年期，就是一年可以投一次，然后总共可以投三年，然后我们今年就是第三年了，就是用那个经费来在学校，就是他专门是给大学里面一些老师，就是他要带学生去做一些，例如说课程啊，然后例如说像就是这种空间整修的时候用的，所以目前还好啦。那 icon 都是自己做的，对啊，就是一体自己设计自己做的。然后原本应该是彩色的，可是因为这是统筹组做的主视觉，所以这也不是主视觉，这是一个封面图，然后所以都会变成黑白。哎，刚刚同学有分很多组，是有人负责美工的，负责就是房子的整修这样。对对，是找别系的，所以没有全部都自己，因为我们系就学了很杂。一开始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们有学建筑，然后有学模型，然后有学剪片，然后有学一些电脑绘图啊，又有学管理学、行销学之类，就那时候学很杂，就很痛苦，所以觉得说，哎，那专业到底是什么？可能后来就觉得说，不如先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再来。过程中学习说什么是我的专业，这样就有点相反过来。那现在书店已经结束了？还没，因为有学弟妹说要结，所以可以活着。那我的明信片？啊，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卖没问题。太棒了！可以，我带回去。我们这边都盖小家店书店，登云书店，登云书店，书店啊。哎呀，然后你年纪早的特别想要开书店啊，愈进啊愈假。啊，你开偌济开？好，营业额，营业，营业，这是一个台北教育大学的一个老师的宿舍，还有其他站务，还有我们的书店。然后哪一页？书店是哪一个？学校就是在卧龙街吗？卧龙街旁边这里，然后挨着。那你们学校是什么路？也是和平东路。我叫师大。国北师大那一条，可是旁边。以前叫国北师啊。国北师院跟师大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你在附近而已。在师大。他以前日本时代是叫做什么？是三岩学堂。哦。啊，后来好像叫做什么师范大学。对啊，就是有分出来，那时候已经是台北师范大学，台北师院，哦，对，台北师院，一起为了变起来。对，嗯，哎，哦，那时候是因为我跟另外一个同学都很喜欢看书，然后那时候觉得说，哎，那要找一个主题做，就想说做书店。可是在那之前，我们就去听了很多演讲，然后几乎每一场演讲共通点就是说，独立书店很难生存。然后就很难生存，然后就会说，哎，然后就开始就说啊，那怎么办？那可能统一定价啊，什么什么，直接办活动啊，办讲座啊，推销书啊。然后我们那时候有找到，有听到一间书店老板说，就是阿福的书店，他是专门卖童书的，然后他都卖75折，然后等于说只赚5%。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说，有一个心态就是说，那不如我们的主题就变成说，我们来帮助这些书店。可是后来想一想，就觉得说啊，有点太可笑，就是。我凭什么自以为说我们是要去帮助他？可说不定这就是他的方式。然后结果我们就想说，那既然书店每天每天都有可能不断在减少的话，那我们就一间一间把书店开回来。所以就想说，那来整修这里，然后做了一间书店。然后通常都是一开始是以学生的作品，然后刊物啊为主。然
然后我们也会去跟一些独立的出版社，比较小家的出版社谈，所以他们都愿意是用寄送的方式，然后跟我们合作。然后后来是，然后如果长期寄送他们不肯的话，后来会改以书展的方式进行。对啊，然后最近比较好一点，最近因为有做一个书展，所以营业额有30,000。嗯，我好难念，好像。书有3,000，书有几种？很多，几种？几本？可能不到1,000哦。不到1,000，书还有吗？很少。我去看这细间的，不到1,000。对啊，那有卖饮料或什么都没有。就是里面刚看那个咖啡厅有卖苹果汁，然后咖啡这样，就同学自己有兴趣，然后就自己在那边抽。有点像一个开始，因为现在我们就会开始会担心说，那我们毕业之后，然后计划的金钱结束之后怎么办？对，所以我们最近有一点在调整说，那开始希望有些学弟妹可以接手，对啊，然后跟他们讲说我们是怎么做。所以书店可以自负盈亏吗？没有，因为书店不用什么成本，哦，因为是学校的空间嘛，对啊，然后进书都是用寄售，然后所以都其实都不用付，就是顶多运费啦，你不用付运费。啊、所以大一到大三都在摸索自己有兴趣的是什么吗？对，像我大一的话，我大一暑假就去参加艺术节，就也是台北的艺术节，然后大二就去台东盖房子，然后大三就去台南，就是去大溪那边跟农村台湾农村政协，然后做房子店，就是不太一样，对啊。可是最后觉得说，因为我家自己那边也没有书店，然后就觉得说，没错，我以后就是想开书店，所以就想说，那不然就是真的来开一间。所以他都说我假的。那这样、欸，所以学校里面的课程，大三整个都在台南做访调。没有。哦。就是自己额外的时间。所以课程上的压力会给你们很大吗？让你们还是课程其实没有那么硬，就是让你们自由去外面去做。想做的事情，其实怎么讲嘛，算一半一半，其实就是我们都会自己负责啦。就是如果说对啊，被当就被当，或什么，但其实不会，因为老师说会有录影的。对，可以卡可以卡，自己卡。大部分的老师说都是，就像我一开始讲那种，就是在谈说啊，我们一定要用最贵最贵的机器做，就他会去买最新的3D 的猎鹰机。可他不会用，然后他就说可是公费比较小，就是很传统型的大人，就是啊你就是要把经费消掉，下一期还是怎样怎样。他说啊你们不要想那么多，不要那么理想性，说什么开书店啊什么空间整修，你以后出去都没有用，就这样子。然后可是我觉得说，可是那是你的人生啊，你自己对你的人生有这么多埋怨，可是我不想。对啊，老师，我觉得对啊。这段很不错啊，这段留下来。之前出去的人差不多都做些什么事情？策展公司，然后自己开工作室，然后出国念就是，大概是蛮惨的。好酷的事的。第五届毕业一届。没有，就是毕业四届了，因为我大四的嘛，所以毕业四届。没有，今年。社区学院。他设计学院，是学院类的。对，我是人文艺术学院。人文社会科那个。对对对，因为我们有加一些文化科技，所以他也不是像传播那种，很常被误认为很像。可是就是因为他太杂了，所以他好像每个都可以沾一点。还是他是跨学，就是有点跨类。没有，他就是被分在那里面，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很单纯，就是教育学系、体育学院。然后人文艺术就这三个，对啊，然后我就很自然就被涵瓜在，这就是比较艺术那一方面的那个呀，怪咖的，对。这也是跟艺术系的是那个，你们需要有艺术，有艺术设计系，就最老的系就是他们，所以应该也算是设计那一方面，对，然后他们就会很讨厌我，
然后就觉得跟我们抢饭碗，对啊，因为你们是设计班嘛，对啊对啊，然后他就觉得，因为一开始没有占那些空间的话，大家觉得那是废墟，然后没人想用，然后我们一去做的时候，他们就说为什么要空间那么多，哦，对吧？好像会有一些，因为他们好像也是有一些印象说，就是我们就是要拿艺术品来赚钱的那种印象，就是以前就说，哎，我们要当艺术经济啊，就要让艺术家有更多机会被人家认识。可是我觉得那也是我们想要扭转的事情，就是我一开始提到那个翻城市其实是要翻很多很多的观念，对啊，所以我自己还在努力啊。所以其实学生都是带着理想去念这个系的嘛，但是一开始其实没有那么对文创没有那么认识，那时候我是进去之后才突然就一股脑就文创什么这样，那时候我们是看文创系的简介，就是它有分有艺术啊，然后一些文学啊、建筑，然后那时候觉得说啊，这个系应该不错，还蛮好玩的。对啊，后来就遇到一些坏老师。对啊，可怕。录影，一开始就没念文创系。没有，我一开始想念那个心理智商。嗯，对啊。可是后来，就是对数学太烂。还不错啊，没有害到别人。哎，我后来有去补习，我还是可以害别人。所以大人都比较习惯把这个东西当成商品，当成一个产业。对，就很习惯，但是说纳入自己专长吧。但是你们自己同学或者是学长姐都会觉得，应该是比较往生活去找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其实算少数，还是怎样想算少数。一般来说还是跟老师想的差不多，就会觉得说啊，我们就去那个展览，然后这样漂漂亮亮的啊，就好，这样比较多人看到。可是也没有东西，你要让人家看什么？就没有感觉。所以我们系也常在吵架。那你说毕业展现刚结束，到五月十一，对，就在这里，就是我们。那你没有毕业展展览的作品让我们挑一下？作品哦，对，我的作品就是书店。对，因为我们这个比较不像是艺术系或者像广告系那样，他们会有一幅作品或者一组作品，那我们的作品就是建筑，对啊，就是空间然后建筑这样，然后整个你走进这个基地，我们想要告诉你就是这些事，我们在乎的事情。就作为毕业，对，所以导师评估的时候，他都是先看完简报，然后再走到基地里面去看。有问题。想要请教你们书店的名字。鹿连岛，老师说取得不好。啊，什么岛？鹿连岛，他说老师说他要连岛。鹿连岛。可是我们那时候没想那么多，我们那时候是想单纯想说，因为鹿连岛就是大陆嘛，没有不是那个大陆哦，就是陆地，然后这样凸出来一块这样子。地理的那个鹿连岛。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是校园跟社区的中间，然后那个门口就是入口，就是关于就是我们应该是要这样子。校园在围墙上面打一个。校园是岛啊。对啊，校园就是这样。所以叫鹿连岛。那个是那个鹿。对，我们 logo 是一只鹿的，因为就是谐音，鹿站在岛上就连着岛。这是哪个鹿？是陆地的鹿啊。字是陆地的鹿啊，但是 logo 是那个鹿。连着岛屿那种岛。对。岛就是象征什么？导师学校，路是社区。哦。这开多久？开半年。像你的，就是你们的书店是你们的作品，毕业展作品，可是无法移动，因为无法搬走整间书店。我觉得其实有可能移动，可是他那移动不是但不是这个整个搬起来，可是会有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概念出现，因为我们最近在做绍兴社区，绍兴社区他也有一个人，因为他们也是在两年后就可能。会被拆掉，所以他们想要在这两年之间做出一些改变，就是让政府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地方是有保存的价值，所以他们有跟我们联系说，希望也可以做一个小书店。对啊，我觉得那就是无论说是真的再开一家，或是我们这一组的人然后出去做一些什么事情，都是这家店怎么讲，感觉像继续存活下去啊，对吧？不一定整个搬去哪。所以那时候绍兴、华光你们都有去，就对了。绍兴参与比较多，华光也有，可是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整个去。嗯。然后现在是真的有课程是在讨论绍兴，对啊，华光就是自己去，然后就还是参与。你们自己也有像这样在办整个讲座嘛？就邀请有邀请他们啊，来讲一场。
哦，阿达阿达，对，还有阿达阿达那场爆满。哦，我安尼啦，唱歌就爆满。我袂记写讲你要来唱歌。嗯，哪有？说恁经营模式，他现在在复制，应该说是不是算不算复制他们的经营？独立出局这种社运基地的經驗，关心到家己能复制嘛？有没有在 copy 他们这样的经验？没有，没有，没有。那差别在哪里？差别我们是学生啊。不是，真的不一样，经营的方法、手法，因为你没有创新，你说复制这样也很奇怪啊。你说复制这样也很奇怪，那你就说那是莱尔夫复制 Seven 吗？也不是说复制啦，经验的一个互相会啊，精神会影响啊，精神啊，对啊对啊，精神。那你们运作也是自工吗？不是，哦，真的，也是哦，百分之百复制啊。啊，好啦，我是讲我复制你。那你们开店的时间是用怎么样的时间？下午一点到六点。那有用餐那个谁有在做餐，也都你自己做？我们自己做，跟学弟妹，学弟妹会来当店长，然后有一些别的系或是一些外面的同学会来当那个驻店的艺人，就是他会这一天可能就是他很会画画，然后他就来帮来店的客人做插画这样子。对啊，然后有些人是会因为他的名气就来。所以现在也经营的不错的，还可以，勉强。有对外营业？有，他就是因为他就是在围，对啊，在围墙这样，围墙上这边就是大马路，所以他可社区居民可以直接走进来。然后我们现在外面还有摆一个菜摊，对吧、啊？所以可以买菜，然后买书，然后喝咖啡，然后再出去。外面还有摆菜摊？对啊，菜摊是怎样？菜摊是跟那个好人会馆合作，就成为他一个驻点。那就是另外一个小组跟他合作，对啊。那菜是怎么卖？就是怎么卖？怎么卖？价钱怎么定啊？然后怎么卖呀、就一包一包啊，然后多少钱这样？因为他们组做的是他们没有抽成，他们没有抽成，就是单纯因为帮他们卖，对，就是帮他们卖。那你这样应该会有记账或怎么样？那每一天都不一样的人，那要怎么去？经营这些记账本一样就好了，就是本子一样，就知道自己在哪里，对对对对，然后最后再点破，就是也比较事务性的东西。意思说就是每天记的不一样。其实通常会有一群，可能那就是大群小群，就跟好、啊、跟这边一样，对，大群小群，这样可以吗？记账这个要是信任后的没有信任关系的事情，没关系啊，就是。就信任，这边也是啊，随便都可以走到国信路，都上去。所以社区居民来看书的多，还卖书的多，会有人待在里面看书。有，因为后来我们客厅是比较晚弄好，不然有弄好之后就比较多人走进来这边看书。啊？怎么？就是因为原本是书店先弄好，然后客厅刚看咖啡座那边还没弄，就很乱。然后那时候就大家都是直接买了就走了，可是后来是弄好之后，但就是留下来人比较多，然后开始有比较多机会可以聊天。所以主要是社区居民嘛，啊有学生，其实是学生。哦，学生还是比较多。啊、因为我们那时候进了一些书，有些就是实习，你会觉得说自己喜欢看，可是那个书、那些书是影响我们很多的。然后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都可能曾经遇过那么多问题，然后是因为这些书。比较好一些的话，也许我们学弟妹有可能也会这样想，所以就还是有按照一些自己的喜好进出。所以市场区隔还是以学生为主。都，那别人没有市场区隔。我觉得学生大多数吧，大多数、对啊，因为社区居民都是买小东西，学生的作品手链啊，不然就是比较公益型，他们很爱买大旗的 T 恤，对啊，大旗的，然后不然就是菜，很喜欢买菜，然后果酱就一些小东西，比较不会是书，对啊。那边吃的东西你喜欢吗？没有吃的就喝的呢。没有喝的。对。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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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这样。这个是中期啊，这中期，我最终我只有放入口哎、欸，对啊，哦，这个还是中。对，因为我要来的前几天天气都不好，台北天气都不好，就拍起来都不好看，就光线。对啊，对啊，对啊。你就直接去啊，你跟他讲一下交通方式嘛。我快退出了，赶快来。对，因为那个期间要到了。我这里才干，上起来，没有没有，是因为我们这个这个不是书店嘛？这不是，这是演讲天，对演讲。对，之后去那边去经营。嗯，可是因为那时候就是那几家不愿意让我们长期寄售，所以那时候只好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法就是那。做一个月的书展，那一个月结束就是要退给他，对吧、啊？可是至少可以寄售一个月。那你播音呢？嗯。好啦，爱的底下在播音。播音。你播哪一张？播什么？大暑第二章24。这是课题，课题部分。这是比较晚，这是大概四月中的时候才做。这案例我以前回来有一脸书分享，然后我们嘉义是有十个宿舍群，那十个宿舍群是可以这样学习，虽然他不是在学校的那个宿舍群，不过是我们常常遇到宿舍要再利用，搞不好你们的案例是可以参考，因为我们这里有嘉明、嘉中、华山、嘉光啊，有一些甚至嘉商的，那这些高职的学生他出来租场地去做他们的展览或者一些活动的那种机会要更少，所以如果可以把空间像你们这样，就是看是老师去写计划，是学校去谈，还是市长去引荐，或者国有财产局去试出一些可能性，让它会变成不错的案例这样。